大家好，我是尼热。今天呢，我带着你们来到了我们铁梯尔村的一场特殊的新疆特色的美食竞赛。今天在这里，我们能吃到很多很多种的新疆美食的同时，可以享受我们美女帅哥们带来的文艺演出。来吧，跟我一起享受今晚的快乐。这是我们的民族乐器那个了，这是在我们婚庆或是大型的娱乐活动中必备的一个民族乐器，它的这个声音也是特别的欢快的。我看我们文艺团的准备工作差不多了，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，就等我们的美食要上来了，我们好期待呀、啊！跟我一起来。在新疆，在阿克什，每时每刻都在等着你的到来。